这是你的导游 ADA 带你环游世界，到处飞。我刘探，很好，刘探，今天呢不是故意凹你下来的，是我接下来做件事情呢，一定需要一个我非常信任的人来帮我一起来见证一下。对，因为我即将要成为一位，我要成为一位公爵。你不要一副就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哎，我已经是个公爵，我已经尽量的不显现出让你感受到这样的感觉。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，有一个国家叫做西兰公国，它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，那它只有两个网球场那么大，议会制、君主立宪制的国家。那我现在呢，在网络上看到他们国家的爵位是可以购买的。真的跟网拍一样，这跟网拍一样，而且你看它这个，它上面写什么？西兰商店，加入我们的社区，全球递送，所有价格均含税。哎，我们有看到什么 ？Ed Sheeran 红发艾德就是他们的贵族了，清水剑他们都有他们这个国家的贵族身份。哎，还是我们大家国家队一人买一个骑士爵位。西兰翘了，西兰。好了，妈呀，不买。来一个。好了，来这个嘛。好，那我现在有三个人，那姚史苑在排舞台剧，我们就直接帮他决定了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帮他买，然后算他了。没问题。OK， 那我们购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帮助，拜拜。本来想说五点就离开这边，现在应该也已经在路上可以准备回家了，结果莫名其妙留在这边，成为一位辅助。哎 ，OK， 我就再跟你们收集，我会下单直接购买，然后下一次我们就是开箱。哎，怎么在哭？没有太感动了，成为一名骑士，好开心哦！谢谢大家，我们直接，哎，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吧？那你们已经有拍？对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们认真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把你们剧情恢复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在拍片，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看到这个爵位，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他们两个，然后他说买，哪次不买？然后他。我忘记他没有位就直接买，对啊，我就跟当年劳力士一样，没有，但是是不是没有？那这件事情原本到这边稍微告一段落，但那天晚上我在酒吧，对，陈哥，你该不会想要成为我们西兰公国的贵族一员吧？我怎么说都是贵族啊！我想跟我的人讲 ，OK， 就是说我来了，好不好？在以前的日子，你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公民，好不好？我会让你们。生活变得更好，然后带给你们荣耀，请你们帮我立个像。而且你知道同时有贵族身份的还有谁吗？还有谁 ？Ed Sheeran 红发艾德。哇塞，平起平坐。平起平坐。平起平坐。他好像只是男爵而已，你要不要买公爵？他看到你是要进公爵，公爵公爵五百美。他是要买皇后，我可以嫁过去。对对。真的是一年有了，一年多了，很不容易。因为我约这个局约了一两年之久，约不到。没错，要不是这次他发片，宣传一下瘦子的新专辑。就新专辑《Earthbound》已经上线，是不是？好，宣传结束了，谢谢。好短。重点就是我们四个买的是男爵，然后只有你当女拒绝。会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就会变成我们男爵，但我们是骑士，所以我们他如果买公爵的话，我们就会变成他的骑士。不是，这不是设定好吗？他为什么他老公做一个这么帅的？对啊，这是公爵，我们是板凳呢，我们是板凳呢。不是你们这边男爵是配拖鞋的、啊，而且他穿皮鞋。为什么你穿？为什么你穿皮鞋？为什么？哇，怪我是个有头有脸的人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定了，而且我跟你讲，男爵的这个价钱是160几块欧元，但他的500多块公爵，500多欧元的，2万多。我其实不知道我花多少，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汇钱给你。我也蛮，我不知道没。因为他先会，我今天就是希望大家不是不会给你的，今天就是希望。而且我就是定了之后嘛，然后那个西兰公国就把我们的证书寄过来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见证这奇迹的时刻。好哎、欸，来，为什么只有四份？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个包装不一样？这对啊，都不一样。因为如果我们买的比较多的是男爵，但这个特别不一样。结果女爵是真的，不知道怎么又回到女爵？到底有没有女爵？女爵就是女生买的，就是女爵了，好不好？这都是爵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开一个这个最普通的看看，好不好？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吗？哇哇哇哇！哎，两份吧？哎，对啊，两份，有啦有啦。哇，哎，有感呢。哇，很认真的，是我的，正常吗？是不是我的？那是苍井，不是苍井翔，苍井翔，不是是苏清翔，不是是我苍井翔的爵位。哦，这个是 One Clay， One Crosser， 这画的不了，这是怎样？让你表放你自己的照片，为什么要放自己的照片？就是把证书裱起来吧。哦，把证书，谁看你的照片干嘛啦？
以前开瘦子的那个啦，那个应该是瘦子的、啊，是吗？我厉害了，这个就是清水袋，清水袋。这感觉是每一个证书的附属品，因为有五份。你开一个看一下 ，Location of your land， 他跟你讲说到底在哪里了。看一下，我超级小。Location of your land， right here。在这里，这一些是那个啦，那个土地权状啦，哦，土地权状这个啦，读完了是不是？我们会计都读完了，这个你是阿公是不是？还要把眼镜这样拿下来看是不是？这边是说哈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这边说哈，你们经纬度，你们全部人都要买一栋房子给我，权状啦，这看起来很炫炮哎，哎呦，哇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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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哎，阶级制度，这真的是阶级制度。看菜单，现在拥有唯一的餐厅，看像的菜单哎，等下没哇，就是千鱼肉，哎呀，这是千鱼肉，千鱼肉 ，Oh my god， 就我的说明书是附送在里面，没有啊，不对啊，可是他刚刚只有一份哎，大家都有，你为什么你还要？为什么还有些？为什么？哎，我也要公爵，我也要公爵，我要那个，完了，为什么还有高铁少女？我也要高铁少女吧。哎，他那有那个卡哎，靠，会员卡哎，是啊，可以用会员卡。对，等一下，他这个会员卡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去英国，然后再坐直升机过去。所以我过去，我就是拿着这个，你就拿这个丢海关的脸上，然后就有人会拍出一个字，然后真的，哎，只有他有卡吗？我们都没有卡，我们都没有卡，我们真的没有那个可爱的高阶少女吗？这个很帅，我觉得这很值得。这边还有那个他们的那个骑士团的守则，哎，啊 ，Code of Chivalry， 哇，还有 Defend the right to freedom and the freedoms for of others。你为什么突然要跑新加坡这样子 ？Defend the loyal to principle， 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。我们来攻的香港的帅打泥巴，对，我们。他才说，他才叫我们要有骑士精神，我们在那边这样子种族歧视，不是有歧视。那现在这样子，结束了吧？没有，怎么这样就结束？我们拍摄是这样，我们其实真正远大的目标是什么，知道吗？我们的愿景就是瘦哥可以去西兰公国拍 MV。对，我原本是想说我们可以去那个，不然妹妹是在西兰公国拍的，对，那个大平台上面去拍一支 MV。然后呢，他要去西兰公国介绍一些喝酒的文化。对，西兰公国的。那个我们有查了一下，西兰公国原住民好像只有五位。对，然后爵士好像200多位以上 ，H 人是公爵，他是公爵，公爵，就 H 人是原住民，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是五分之一打开的，五分之一应该很少有是像我们这样子这么组织性的来买，对。所以我们的土地全部凑在一起，不一定，搞不好他们爵士已经有一个赖群了，只剩我们四个。真的？对啊，搞不好200多人赖群了在里面。哎，听说台湾又有四个人买了，现在在网络的 Discord 在哪边？对啊，今天不是只有这个样子，因为他跟我说要办一个家宴，是庆祝他的爵位，所以呢，我就找了一个这个地方，我们连服装都准备好。为什么这次叫我穿西装？我们几个看着正常工作人员。而且我出门之前我还跟你说我要带什么，你说不用。你要带什么？带一个成为男爵的心。答对了，换装了，来了。你真的很智障。等一下，对，为什么那边有蒋天鸟？蒋天鸟，不是蒋天鸟。哎，蒋天鸟，你是在笑？你说，哎，我过来，我要进烤箱了，好适合你哦。我要进烤箱了。哎，哇塞，哇塞，你是被。后面朋克，啊！你们先换一下哈，我苹果快烤好了，去拿一下哈。很帅，哎，可以，我现在很有自信。修饰你的脸型，对，这边就刚好遮起来，对不对？修饰你的脸型，让你变得很像扁条线发型。值得让我们欢迎高雄诞生苍井翔，创作饶舌型歌手、音乐制作人。爱玩客跟完全娱乐主持人兼导演兼演员自由发挥后，真的各自自由发挥代表。鬼刷最不生酒力代表，你的导游 AK 带你环游全世界飞翔的苍井翔。啊！在讲段子，这么长是怎么样？今天练习蛮高超，我不知道。你这个进场方式很僵哎。啊！而且我的脸好紧哦。下一位，医疗产业的小光头，天母清水常态 ，YouTube 界的杜文泽，从来不理性饮酒的科技位顾问，鬼刷队酒力代表。What's up, everyone？ 你们的 NC 俊 ，AK MC 俊，他是于铁雄大法官。好，下一位，台北艺术大学相声剧场演员、导演、实况组 LNG 成员，现在才知道主持人维利加杜斯陀也夫斯基，他把金牌麦克风过关者，鬼刷队小顽童苏志祥鸟子。好，下一位也是很重要的一位。哦，我们等一下。卡不卡下一位很重要的一位啊、哦，下一位是鸟屎他表哥，谢谢。
为什么这边要设计断食？你真的很像去电玩的什么手游发表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就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可以喝吗？好，下位行动费洛蒙，超帅饶舌歌手，超帅的昵称，一首顽童 MJ 166超帅成员，之前当过 B Boy 超帅，尽管没有加入鬼刀队，但还是超帅的。陈立勇，瘦子，耶，你要不要好好讲，再加强。陈立勇。你先坐，先坐，先坐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坐坐坐，这裤子我可以坐。你先坐，你不坐我不能坐啊。啊，也是也是，对啊，因为他是那个，他是猜猜你。你之前跟我说，如果要办的话，一定要来个家宴。没错。然后一定要有服装规格。我们是你的骑士团，很明显吗？很明显，很明显，非常。有一个不太明显吧？他不是吧？他是你这才能。这个。对，这是音乐家，音乐家。哎，公爵也要有睡醒的。我也是热爱音乐的，热爱音乐。但你是不是对于就是你自己穿太帅，觉得有点可惜？其实也还好，毕竟我是有偶包的。我就想插一句话，有人有问过我有没有偶包？对于服装有要求的人是他，最后他不穿，我们四个一开始是我说，哎，我们应该全部租这些衣服，而且他很开心，然后他就说好，好，我来弄。当时一过来说，不行，这个我不穿。阿达其实并没有跟我们讲要换衣服，我会知道是因为我跟他在拍片的时候，刚好他们在过服装，说这个不能穿，我说要穿什么，然后当天我准备衣服要换，我都干着的。Surprise！ 那我们等一下先吃饱，我们等一下就要拍合照。这看起来难吃哎，这好干的，这是真的。哎，小心烫，我有隔热手套帮你拿。哎，你怎么有隔热手套？对，弹吹他呢，对不对？原本它是设定就是公爵的这个牛排特别大，然后有刀叉啊，我们是用筷子吃这个小，但看我是用竹筷子，而且只有你有生菜，我们没有，而且我还有饭后水果。但因为看起来实在是已经太难吃了，我们就直接拍照吧。来拍照，耶！鬼刀队一起拍手游哦，对啊，叫做放肆骑士团。我们是骑士团的，哎，花姐。哇，张娜拉，太羞辱张娜拉了吧？你的在东区，然后你经过匪舍，看到有一个人烫了一头很漂亮的头发，所以你也去烫了一个一样的。这真太像代言词了，你讲一个放置骑士团，赞！放置骑士团，赞！不能说赞，我本身只试玩不推荐。哦。我人生第一次就是摄影的时候说，好来哦，来哦，看一下啊，来准备喽，我不知道我要准备什么。我刚才可以哦，偏严肃的。对啊，我很严肃。我也是严肃。我都阿黑眼。不可以阿黑眼，太严肃了吧？公爵怎么样？满意今天的行程吗？我觉得非常棒，我们四个是来娱乐他的吧？不是吗？所以我刚刚不对，你最好不要忘记，这是你开始的。对，我只是更随着你的脚步来到这里。始作俑者还是我啦。对，是你。对啊，没想到我们还是走到这一步。是你们也都怂恿我吧？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再次强调，以后你们任何一个我们有关的影片都跟我没关系。不行，我都是被骗的那个。不行，刚刚那个拍照，我觉得实在是非常完美。那有会弄成有点油画。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想要你答应我们一件事，是下一张专辑。封面用刚刚我们的合照，哇哦哇！你看看他们今天在外面，只在西南公国发行。可以，我们就输出他妈的一张，西南公国收二吧，我也想一张。我们一人一张，然后那边收二的话，大概刷十张就好了。OK， 十张不错，到时候会输出一人一张，就是再给你。你有问过我要吗？我不管啊，我管你家。哎，我觉得挂家里好像真的蛮不错的，很酷。没有，我本来想说我们的就是每，因为刚刚证书里面都有相框嘛，然后我们讨论过，那相框应该是放自己的照片。嗯，因为他们说证书有证书本。对啊。所以我们就说之后啊，我们就把这些相框里面放我们照片，然后摆在他家玄关。没问题。摆四张，漂亮哎。他一开门就看到说，跟他就可以跟所有的朋友说，去介绍路。记得要补充说明说，那个盔甲哦都是泡棉。那就希望大家呢，期待我们之后真的踏上西南公国，对，西南公国，好好在这边拍一支 MV， 漂亮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就地解散，再见，再见。
哎、欸，下妆了，好，我今天花了多少钱？大概差不多快五万。去啊！